今天又醒了，大家早晨好。已经把被子叠起来了，我们把水泵拆下来打开，准备洗脸。先把窗门打开。哇，今天又是一个阴天，好吧，没有办法，柴我们已经泡好了，等会儿喝杯水。一早晨起来有很多工作。刷牙吧，奥斯卡，你等会儿啊，等会儿带你出去。这家伙早早就醒了，昨天我们睡得比较早，因为昨天太累了，连作业都没写。这两天都用不着厚的，因为天气也是比较暖的。带着凯子出去溜溜去。嗯，带你出去溜溜去。嗯，来穿上。好了，自己走出来。我们去散步去。那边去步道上啊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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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再下来吧。走，出发。哦，一出门先尿一泡。你的风格就是在门口尿尿，走吧。大概他们还没起呢。我们先去散步去。哇，这边早晨空气好好。哈斯卡走了，走了，走。那我们去步道去，再走两公里。怎么样？那这是五公里牌子。走，走不回来。哎，上，上！啊，一顿乱跑，这家伙的体力真的是无限多。只要你肯跑，他就能跑得动。啊，我们上去。继续洗漱，胡子还没刮呢，他给我喊出来了，等会还得给他喂吃的。又到了他吃饭时间，今天上午我观察了一下便便，他这个便便已经正常了，就是不会再有点稀了，已经很成型了。我们好像是把后备箱锁着了，哎，锁着吗？没锁着。所以今天还可以给他吃点其他的东西拌着饭。搞定，拿回去。今天再给他一个小蛋蛋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给你个压干干，我们要把它的那个，就是这个，那先把马铃汁，好，然后
调整肠胃的还有钙粉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好，今天还是元气蛋，元气满满的一天，怎么样？啊，又知道这个好吃了，闻着元气蛋的味道了，瞬间无法忍受。我怎么也得给它拌匀了，你知道吧？要不然你挑肥拣瘦的。好，一整天的饭。我们这洗个手啊，水泡没开。开饭了，哎呀。哎，这个垫垫拿出来吧，好不好？垫垫拿出去，坐坐好没？坐好了，好、哦、吃吧。玩具还放在这儿，一颗一颗吃。他这个吃早餐会浪费很多时间，慢慢的吃。好，你吃吧，我收拾。差不多要出发了，这个电脑就先不关了吧。哎，先要关吗？关掉吧。导航手机，正经手机。好，车上再检查一下，看有没有会活动的东西。鼠标放下，这个片我们要放在后边去。放在这儿肯定要掉的。笼子要关起，要不然走一半又当当响。大概就这样可以了。太阳突然出来了，今天是个中午，开始晴天，还不算中午吧，走车。钥匙拿着，奥斯卡，你稍微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抱你到前面去。周总，发一下那个定位到群里。我发了啊，发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把飘先暂时放在这儿。好，关起来，检查一下车身，没有问题。这两天都在阵雨中度过，一会儿下，一会儿不下。来，看看，过来。门关上了，坐好哈，坐好。这就要出发了，上来设定一下导航。好，设定导航。今天你是一个人啊？我不是，我有凯子。你是单身狗吗？我不是，我有凯子。好巧哦，我也是。前方路口左转。每天要跟他进行这样的对话，每天说我是单身狗。对讲机打开，可以了，准备出发。我们要出发了，去往新的目的地。这边天气好起来了，这真是个好的旅游的地方呀，人又少，环境又美，太适合房车游了，就是民宿有点贵。还是从这边上去，这原本打算这个地方就是个路过的地方，没想到我们在这儿还玩了两天，挺好，差点就在那个
服务区睡一觉，然后直接走了，错过了这么好的美景。一上高速，四处美景，这边的山真的是很有特色啊，就是这种尖尖的，一个一个的。现在还有点坐立不安，没有进入睡觉的状态，因为我们刚出发，过一会儿他就要睡觉。他每次坐就是冲着我的这个方向坐，不会冲着前面去看风景，就冲着我死死地盯着我，看我会不会睡觉估摸这是。山美水美，跑起来就是惬意轻松，这一路上的风景都是这样子。而且这种山啊，就适合这种朦朦胧胧的看，天阴着，有点雾，看着最美了。